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家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33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再次给大家介绍同号改造的魔物猎人和变形金刚两个梗合在一起的改造玩具，这个相信辨识度应该是很高吧啊。古龙种的麒麟，体型非常小的古龙种，那么打麒麟的时候呢，我个人习惯是拿锤子了啊，灵活度比较高，而且蓄力攻击之后呢，利用一点麒麟发电的空档，用这个蓄力攻击三可以给他蛮强力的打击的。那其实打麒麟有点无趣了啊，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好玩。那么呢，这一款的一个改造作品呢是小李做的啊，麒麟的雷角，还有麒麟的鬃毛，还有麒麟的尾巴，这三大特征呢已经非常还原的把它给做出来了。它是用了领袖之证这个霹雳星啊，或者叫冲云霄 Commander Class 的，应该是 Commander Class 的一个模具下去改的了啊。那么呢，它红色的眼睛还是有把它给画出来。那么它的一个前肢的话呢，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它是做了一个尖刺。那因为麒麟的这个前肢的话呢，就基本上是马，应该是马蹄吧啊。但是呢，这一款玩具的话呢，是把它做成是一个前肢，是像这个样子，我觉得意思也到了。后肢的话呢，就是一个用其他的一个生物的手下去做一个改造的。那么呢，它的一个变形过程的话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那这个可动度的话，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前后动一下啊，腿的话呢，这个可动都是有。但是这个地方这个球冠的话呢，因为非常的小啊，有时候会造成一个小小的脱落。那背后就是这样子啊。严格来说呢，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马的形状是做的真的是漂亮，本来是一条龙啊。硬是把它变成马，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梗了啊。那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也不算复杂啊。那么因为是改造作品啊，所以呢，在变形的过程中呢，我要稍微小心一点。那这个尾巴呢，先给取下来。再来的话呢，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两手往上面推。我们先把这个脚的话呢，给解放出来啊。脚的话，就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翻就可以了啊。从这个地方往上翻。两腿啊，对，两腿要记得打开，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往上翻出来。那往上翻出来的时候呢，主要是它改造之后啊，多了这一节东西啊，有时候跟前方的手啊会去有一些小小的干涉，有时候呢会把这个球冠的话呢，这个脚掌的话，有时候会去把它给碰掉啊。这个地方把这个腿给翻出来，然后这个脚后跟这里整个给翻出来。另外一侧的话，我们也先把它给翻出来好了，从这个地方往外把它给掰出来，从这里。因为扣的时候呢，我都是扣的非常紧的啊，这里扣很紧，然后往外翻出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会碰到，不小心把脚给碰掉啊，这里，然后呢，这个脚的一个脚掌翻出来，然后呢，这个玩具本身内部的话就有设计一个这个地方往内翻的一个关节。再来的话是把这个脚的话呢是往内折进来，这是它的极限了。这里也是一样，往内收进来，再把这个脚掌往内翻。那两腿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它的一个两脚的变形就算 OK 了。手的话比较简单，直接放下来下垂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有一个手掌的部分把它给翻出来，然后二头肌的部分呢稍微做个转动。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习惯啊，看你的习惯吧，我是习惯把它给收进去了啊，做出一个类似摆在后面的一个样子。当然你要把它往前伸啊，做出一个类似于是一个刀的武器呢也是可以的啊，姑且就当它是一个造型，也是一个武器吧。那么呢，这个马头直接往后面翻，往后面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人的这个头呢给往前面转过来，露出它原本的一个头部了。那么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做一个两侧打开的一个动作。那由于两侧打开的话呢是有点紧了，我的习惯的话呢还是会用这个把它给分开来。分开之后，我们把它给往上面翻上去，这样这个马头的话是往上面转上去啊，这个头的话呢就是变成了是一个肩甲，这个有点像是这个钢索的一个变形模式。然后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呢，相信呢应该有很多人啊会发出哇、哦、居然正面这么帅的一个惊呼声啊。啊，确实这个以正面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你玩过魔物猎人的话呢，我相信你可能会觉得啊居然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麒麟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古龙种，非常小只的一个生物啊，但是它变成了这个人形之后的话呢，居然是一个有这么样的魔王气势的感觉啊，特别是它这两个尖角的话呢摆在这个后面啊，就非常的有架势。
那么整个玩具的配色的话呢，就是一个冰霜的配色，就颇有邪恶的感觉啊。虽然说古龙种的麒麟应该不是什么邪恶属性啊，就自己去脑补一下这个设定吧。后面来看感觉也是挺不赖的啊，除了这个地方两个巨大的马后腿摆在这里之外，其实它的造型可以说是非常赞了啊。那这么小型的玩具呢，做这样子的改造也是颇有诚意的一款作品，非常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它的一个也不是马形我觉得人形的话也是很漂亮了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短短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